整点啥吗？整点油麦菜。晚上吃呗。嗯。整点啥晚上吃啊？这玩意留着干啥？薅了给老背上拢一下，留个送白菜。油麦菜炒鸡蛋好吃，放点酱。嗯。今晚咱就吃这个得了。嗯。都愿意吃，喂小鸡儿啊？啥呀？人吃？人吃啥呀？我看那有点老的，喂小鸡儿吧。那个嫩的人吃吧，先。哎呀，妈，我老家茄子都这么大了，看见没？嗯。这个苦姑娘吧？嗯。长了吗？长了。长了，这不有的是吗？你看。我记得不是谁给薅了吗？没薅完，没全薅掉啊！这苦姑娘，这一溜全苦姑娘。咱们薅的时候是去年了。嗯。看这小鸡长得大，一晃真快啊！这是咱二舅妈他家孵的小鸡仔，给咱老送来了。是高兴捧的那个吗？是不是那个大啊，哈哈的。一啊！我妈一整菜，这帮鸡就过来吃来了。摸摸，你一摸，他们就寻你要炖蘑菇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稀得吃你们，我不喜欢吃。大橙子讲话了，我妈一来，俺俩就麻爪，你看啥都干不上。那啥菜，咱们是不是买了什么鸡什么？对，我买了一只烧鸡。待会儿再吃。切个就行了呗。对。不用溜这玩意儿。不用切。啊，不用切，放这吧。可乐，你看这是啥？鸡爪子不小心掉地了。哎，那个不能给他吃，鸡爪他不可以吃。啊、嗯。妈呀，我以为买来卖豆腐来了，广告啊！好像不太嫩了。没事的。咱一会儿这个乌鸡蛋就着眼。我刚想说，我老刚才特意进屋鸡窝去拿的。这大兄弟不听话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饭吃。不用去。你跟我妈说。我不敢。这鲤鱼欠削了。我最爱吃这个菜了，是吗？嗯。哎呀，咱妈炒的有食欲啊！态度不对，通过。这么。谁会来？哎。我妈以前叫吃。妈妈姐说你态度不好。不好就不好呗。慢煮煮。吃饭。哎，对，吃饭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啥了吗？眼睛没俩碗呢。上上上！我不要安你。哎，我也是，我怎么安你？烦死了！我也烦死你。小妹，快上去。你用嘴来呢。你没看我离这老远吗？我也烦他。吃香。妈呀！妈，你带我入住都不行啊！